什么人啊？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去问他吧。行，我去问他。哎，老婆，我刚好想去找你啊，赶紧拿1000块给我，我去赎人。什么赎人？要1000块钱？不是那个赎人，是我拿钱去赎人啊。他谁啊？要拿1000块钱去赎他？人家特意交代了，让我不要告诉你。不要告诉我？哎呦，那你不要找我要钱啊，我凭什么把钱给你啊？我都不知道他是谁。哎呦，行行行，我跟你说吧，这不是他去泡脚吗？他刚买单的时候手机里面钱不够，所以人压在那边了。哎呦，压在那儿了，活该活该，一点出息都没有，自己没钱还去泡什么脚，打肿脸充胖子，我就不给你钱。哎呦，别别别嘛，好吧，你别跟我说那么多，赶紧拿钱给我，人家在那边等着呢啊。他谁啊？我又不认识他，关我啥事啊？等着就等着呗，我就是不给啊，凭什么呀？还凭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我必须去赎啊！你把我卖了，我也要去赎的。把你卖了？那就你那熊样值几个钱啊？你赶紧去把自己卖了啊！我不会拦你的，快去吧。哎呦，你这个人，你不去说，你等下会后悔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后悔，我后悔啥？他算哪个葱？我为什么要后悔啊？这个人就是你爸啊！我老丈人压在那里了。我爸？又拿我爸当幌子？因为我不知道你啊。再说了，我爸在那儿啊，我爸一把年纪了，他会这么花心去那边玩？再说了，我爸如果压在那儿了，不能叫我妈去赎吗？非要叫你去？你是不是傻？叫丈母娘去，那不得吵架了？吵架？怎么可能？你想多了吧？再说了，你肯定就是拿我爸当幌子，想骗我的钱，门都没有，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的。你确定一毛钱都不给我，对吧？对啊，怎么啦？行行，爸，你听到没？是你女儿不给啊，不是我不来说你啊。我给我给你，快点啊！啊！挂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子的？是我爸，你直说呀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，我一直说是老丈人啊。是你说我骗你，你不给我啊？这是不是我坑你啊？谁让你老骗我的啊？你快点去拿1000块钱去赎他。晚了，我现在不想去了。要说你去赎啊，你去。这人怎么这样的？我去不合适，你快点，你去。我不去。